各位標迷你哋好啊，又係我 number 七 watch 豬仔。咁今日第一條片嘅推介咧，就係呢只啊 Seiko 嘅日本內銷版熊貓嚇。咁啊豬仔之前都介紹過呢隻手錶啦，咁但係咧就哇好快就賣曬啦嚇，一個月之前到啦嚇。咁啊所以咧就翻咗貨，咁但係之前訂咗個標迷咧已經我同事已經聯絡咗你哋啦，留意電話嚇，咁咧就唔使心急嘅嚇。咁啊，另外呢度咧我就訂多咗少少咧，就睇下有冇啲新嘅標迷啦嚇，或者上次買唔到嘅標迷啦，而冇訂購嘅嚇，咁啊有現貨喺度。咁啊嗱，左手邊呢只咧就係、是、一個灰紫藍色嘅呢、這個標盤嘅。嘅熊貓撞黑色嘅標圈，黑色嘅眼仔。咁而右邊呢只咧，我自己覺得比較特別一啲嘅，就係、是、咧一隻啡金色嘅，係啊，啡色嘅啡金色嘅配搭。咁、那個 bezel 做得好靚啊，啡金嘅，好似玫瑰金咁樣嘅 bezel 圈。咁啊做咗光身嘅，咁啡金色咧就係、是、放射性紋嘅標盤啦嚇。咁啊比較獨特嘅顏色啊。同埋好 grand 啊，成隻錶好高檔次嗰個感覺嚇。咁啊嗱，今次咧就唔係豬仔推介，應該係豬仔個太太推介。點解咧？呢、這個系列裡面咧，我太太咧就最中意依兩隻顏色啊。咁啊就係包括我右手邊呢隻啡金色，同埋我左手邊呢隻啊灰紫藍色嘅嚇。咁、咧就佢最成個系列裡面有其他色嘅豬仔拍過藍色啦，前幾日拍過宇宙藍啦，配鋼帶啦，白配金啦，跟住就綠色嘅皮帶。綠藏金啊，係啦，藍色嘅銀殼嘅皮帶啦，嚇咁咧，成個系列裡面佢最中意呢兩隻顏色啊。咁啊，呢只三小圈 Conno 嘅計時碼錶啦，嚇咁啊，灰紫藍色都係做咗放射性紋錶盤嘅。咁啊，用上咗呢個8T63嘅機芯，咁啊，石英嘅機芯大概三年度咧就需要更換電池一次嘅。咁呢個8T63嘅機芯咧就係、是、石英機芯啦，所以時間非常之準確嘅，亦都做咗100米嘅防水，配搭咗呢個礦物嘅水晶玻璃錶面。咁啊，圓玻璃邊位置咧，呢一隻咧就做咗黑色嘅不鏽鋼圈，咁唔係做鋁片圈啊，我更加比較欣賞。咁黑道嘅字釘咧就做咗特字嘅字釘嘅，咁你見到佢咧三小圈咧就係、是、同呢、這個紫藍色嘅灰紫藍色嘅錶面咧作為一個對比嘅。咁啊黑眼仔就襯翻黑圈啦，咁黑眼仔旁邊咧圍咗條銀色邊線嘅，就襯翻呢個銀色嘅字釘啦。咁字釘後面咧都有夜光，加埋時分針都有夜光，一齊嚟睇下個夜光先啊！襯住個近鏡，啊可唔可以 focus 到俾大家睇下？咁個夜光咧就都 OK 啊，夠日常嚇、啊，都幾光噶嚇。咁好啦，跟住咧，你見到三眼仔嘅佈局啦，六點位置咧個小秒針盤啦嚇，我哋叫一個細秒啦。跟住咧，右邊位置三點鐘位置咧就我哋一個24小時 AM PM， 四五點之間咧就是、一個日曆窗嘅，咁啊黑底白字，咁同埋咧九點位置一個 Conno 計時碼錶嚟嘅。咁有冇留意咧三眼仔咧旁邊圍邊個銀色邊嗰度咧都有啲蚊香嘅環紋喺度噶，咁中間就係放射性紋。嚇咁幾靚仔噶，仲有個內影邊框啦，其實仲有個內影邊框嘅嘅位嚇，咁、啊、所以咧就望落去咧，其實都好立體啊，成隻錶。同埋三眼仔咧，琴日有個錶迷講得好好，三眼仔咧就係、是、咧，佢話好襟睇啊呢個款。佢點解要揾只三眼仔咧？就係、是、三眼仔真係咁多年咧睇翻轉頭都好啦嚇，呢、啲款式咧都唔會過時嘅。嚇咁呢個我覺得啱嘅，好認同嚇、啊。好啦，咁啊嗱，隻錶咧就配搭咗呢個不鏽鋼嘅實心嘅錶帶啦，咁啊三行拉絲間咗兩行光身嘅。好啦，錶扣位置咧，你見到佢咧就做咗一個摺疊式嘅拉絲花紋嘅錶扣啦，上面都 Seiko 個 logo 嘅，凹凹凸凸嘅，摸落去就兩旁做咗光身，中間做咗拉絲，撳掣打開做咗光身嘅薄橋，我睇埋個錶底，嗱錶底咧就做咗一個螺旋式嵌入嘅底蓋，咁上面寫住咗啲咩咧？就係、是、Japan Movement 啦，咁啊日本機芯中國組裝啦嚇，咁跟住咧就係五個巴嘅防十個巴嘅防水，即係100米嘅防水，係啦，好啦，反翻過嚟俾大家睇先，嗱個正面望多次。咁我哋跟住就睇嗰隻灰藍色，介紹個機芯俾大家。好啦，咁啊灰藍呢、這個灰啡金色 ，sorry 啡金色，係啊，咁啡金色咧個秒針啊嚇，同呢個灰藍色嘅秒針咧唔同喎嚇，呢、這個用咗銀色針嘅。咁跟住咧，亦都係做咗放射性紋嘅標盤啦。咁啊，圍邊嘅啡色三眼仔咧，圍邊都係有一個銀色嘅邊框嘅嚇，亦都有內影邊框。好啦，咁啊夜光方面應該都係一樣啊，時分針加埋黑道後面點點都係有夜光。都有夜光嘅，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延伸到側邊部分做了光身拋光的處理。好了，錶底同樣都是一樣的，整個設計都是一樣的。好，咁我反翻過嚟俾大家睇下先。嗱，個機芯個設計咧就係剔起咗之後有停秒功能啦，見到秒針停咗啦。咁我試下向上轉動，順時針方向校時間，校到去六點零鐘附近呢個位置啦。嚇，我哋再校嗰個日曆窗。咁校嘅時候個手感都幾好啊，幾緊緻嘅，同埋咧冇虛位啊。半格咧，我哋試下向上轉動，一格格跳大就冇突突聲嘅嚇。咁校嘅時候咧，個手感咧都幾好嘅，要用啲力先推動到個錶冠嘅。咁灰呢、這個啡金色啦嚇，啡色嘅錶盤啦，就冇黑色啊、深藍色啊咁沉悶啦嚇。咁啊依個就同埋再配搭咗一個啡金色嘅錶圈咧，個 bezel 圈光身係好靚、好 sharp 性，同埋好高檔啊個感覺。好啦，咁啊嗱，呢只錶咧就係、是、個重量同個 size 咧，度一度俾大家睇先。嗱、那個重量方面咧就去到128g 咁唔算太重身嘅，嚇唔算太重身又唔算太輕身 ，OK 有得適中嘅。咁一個日本內銷版啦，嚇咁你見到佢又有個 tag 咁樣嚇，日本內銷嘅版係啦。咁我平均每月嘅誤差值咧就係正負15秒嘅啫，咁即係一日咧係少於半秒鐘嘅誤差，咁非常之準確。好啦，咁我反翻過嚟，大家睇下個正面先，度碼 size 俾大家睇呢、這個啡金色嘅，咁我。40mm 的標徑，41mm 到啦嚇，斜斜地係啦，40.8mm 嘅標徑，厚度就係12mm 嘅厚度 ，lug to lug 咧就去到呢個46嘅，好啦，46，咁我嗱試下戴上手俾大家睇先，呢只啡金色嘅，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呢個啡金色多啲啊，因為特別啲嚇。雖然藍色個紫藍色都好靚，但係咧就呢個顏色好似好高檔，好少見咁樣。咁好啦，嗱，豬仔推介幾多錢咧？呢只啡金色1068蚊嚇，1068蚊。咁樣一個日本內銷嘅版本。咁如果你確信咧，日本人咧係將好嘢咧留俾自己國民嘅話咧，或者留喺自己本土售賣嘅話咧，咁咧嗱，呢只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就係、是、一隻日本內銷版啦嚇。咁好啦，因為灰呢、這個紫藍色啦嚇，咁啊灰紫藍加呢個啡金。好啦，咁我中意呢只熊貓嘅推介嘅你咧，就聽清楚，豬仔咧嗱，呢只咧就有3隻現貨，咁呢只就有2隻現貨嘅啫，本身其實各有6-7隻嘅，不過有啲標迷訂咗啦，咁啊扣起咗佢哋咧之後，就有呢個3隻，呢、這個2隻。好啦，咁中意呢條片嘅標迷咧，聽清楚，1068蚊一隻，2000蚊一對，係啦，咁啊如果中意嘅你咧，聽到呢度咧，心動就不如行動啊，唔好猶豫啊，真係，如果唔係咧，你就要等，係啦，咁啊都有嘅，係啦，咁大概10零日後到咧，豬仔都會再翻貨嘅嚇，咁咧如果你真係中意嘅話咧，就唔好猶豫，盡快揾我，好冇？我哋下集見，1068蚊一隻 Seiko 嘅 Chronograph， 係啦，熊貓款。好啦，咁啊1068隻2000蚊一對啊。好啦，中意條片嘅標迷記得俾個 like 啊，豬仔豬仔需要你哋嘅支持。如果未訂我 channel， 千祈唔好唔記得撳埋個訂閱，係啦，撳埋鐘仔，因為咧如果唔係你好容易錯過豬仔嘅順錶推介。我哋下集見啦，拜拜。